所以材料要这个枸杞面线，这是什么面线？细面，细面，姜在哪里？哦，姜在手上。姜，我们家的姜，我们自己种的。对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真是什么那么小一颗？没办法。好。第一次吃我们家的姜吗？有弄过，可是没有看过。几年姜啊？现在已经有三年。三年了，老江湖你，老江湖。这个是今年的。哦，这个是今年的。这个是今年的，这个是三年的。倒麻油，对，然后弄小火，麻油，小火，等我放姜烧锅，把姜放进来，麻油好香啊。我们妈家的麻油，是啊，他就是美方他们家做的，他做妈做的都是大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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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西干，好香，好香，大干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麻油鸡面线。哦，闻到姜的味道了。看到了，好，鸡肉放进去，需要再加盐巴吗？
很白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就把那个锅气跟那个米酒放进去。哦，所以那个是枸杞加米酒。对，那个是米酒。对。所以你米酒是倒多少？那个半碗。半碗米酒。然后再加清水，加一点水，关水。所以是一碗米酒，两碗水。那火要开大了吗？开大了。刚刚你炒鸡肉的时候要开大。加了几碗水。所以这个就是汤头啊。汤其实可以再多一点，对不对？先上场。
面就这么一点。